我们先来聊健康好吗？我们就来聊益生菌好吗？好，什么是益生菌呢？益生菌简单来讲呢，它是对我们人体细胞有我们人体健康有益处的活性微生物。那么各位，您认为益生菌对我们人体重要吗？重要，尤其是对我们的肠胃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实，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已经注满了好多的细菌，有益菌，有坏菌。只是今天如果我们的肠道的益菌比较多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抑制坏菌的生长。然后呢，再来它还可以帮助我分泌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它包含了帮助我分泌酵素，同时间它还可以使到我的肠道健康，让帮助我吸收营养。相反的。 今天如果我们的肠道不健康的话，肠道功能不好的话，那么也表示说我们平时所吃下去的食物，它就没有办法帮助我吸收营养成分。相对的，它还会使到我的生理机能跟我的代谢系统都会失调。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有健康的体魄，首先一定要从肠胃道开始做起。什么人要吃益生菌呢？ 其实好多好多人要吃哦，只是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筛选了一些朋友，就是这些朋友呢，比一般人更加需要补充益生菌的朋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首先第一组呢，就是这个孕妇，一个女人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她的生理上的都产生了变化。 再来，再加上呢，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的情况下呢，很多健康上的问题就会产生哦。各位，你有听过这个妊娠糖尿病吗？妊娠糖尿病呢，就是之前没有的，怀孕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变成有啦。这个妊娠糖尿病呢，如果没有去调理好它，那么呢，它有可能演变成以后真正的糖尿病患者哦。再来。 所以说呢，在孕早期，如果有补充益生菌的话呢，它可以降低这个妊娠糖尿病的发生。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不但可以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之外呢，还可以同时间呢，还可以提升母体的抵抗力。再来，我们的宝宝也没有这样容易会有过敏体质啊。那么。 我们都知道宝宝的健康跟妈妈的体质永远是有关系的，各位认同吗？因为你知道吗？当一个妈妈她要生产的时候，我们是说这个自然生产的哈，当她要生产那个过程中，宝宝呢就会从肠道出来，这个时候呢，妈妈肠道的菌就会传给孩子。那么如果今天一个妈妈她本身体质不好， 坏菌有很多，请问当时你传给孩子的菌是什么菌呢？所以这点很重要哦。好，第二组呢就是哺乳妈咪，宝宝呢一出生不是喝母乳就是牛奶粉嘛，是不是？但是我们都提倡喂母乳啊，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又营养。其实宝宝一开始大部分的菌种。 都是来得自于妈妈的乳汁，所以今天如果一个哺乳妈咪她本身的益生菌够多，那么呢，是不是我们的宝宝也更健康？哦，还有啊，第三组呢就是小朋友，小朋友能够的话，如果能够在3岁之前补充足够的益生菌的话，那么呢，我们家的小朋友很他的健康肯定。 他的抵抗力哦，肯定比其他小朋友强很多。那么讲到小朋友，以前的小朋友呢是几岁上开始上幼稚园？以前5岁了、6岁有没有？现在呢，3岁。啊，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家的小朋友一开学的时候一去学校的时候3-2天不是咳嗽就感冒？有没有？还有最怕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手足口蹄症啊，有没有？这个我们避免不到的，因为人多的地方是这样子嘛。还有一样事情呢，就是可能父母亲也许忽略了。您知道全世界还有一个地方是。
装满了好多的细菌病毒嘛的地方，医院、诊所，医院是各种各样的细菌跟病毒的人都集中在那里的。今天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肯定是很弱的，是不是？那么今天可能我是一个感冒，我去看医生，搞不好我在医院哦，被传染到其他的病细菌病毒回来啊，有没有？所以妈咪们今天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通过补充这个益生菌来增强我们的孩子的免疫力，所以一旦免疫力增强了，生病是不是减少了？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有谁可以说他自己是没有便秘的有吗？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是不是有便秘呢？首先第一，你有没有每一天大便？有吗？第二，你排出来的量跟你吃的符合吗？会不会每天吃多多排少少？哦，这点要注意看哦。再来，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我们的家里有没有都装水机？有哦。为什么呢？都想喝到干净的水，有没有？那么你又知不知道我们的大肠是细什么的？细水的哦。那么今天如果你大肠的粪便没有每一天都清干净的话，有一些人是一天两天三天的哦，三天才排一次的。那我告诉你哦，今天你的粪便，你的大肠都装满了粪便，那么请问你的大肠每天吸的水是什么水？你的大肠有很多粪便哦，就是，那么你身体里面有水进来的时候，那么请问你的大肠的吸的水是什么水？我们爱多美朋友，我们很勇敢的，我们大大声讲出来，吸什么水？粪便的水啦，哈！就是，其实我倒觉得，发现到很多朋友到今天还是对这个便秘这两个字，还是没有什么去看重，没有什么去紧张，可能想象不到那个画面吧。是不是啊？那么我举个例子哈，就你当就是，假如说你拿着一盘的那些勒玛，那一盘的那些勒玛呢，你放到晚上去，请问什么情况发生？有点臭酸呐，变质啦。第二天呢，更酸，它的味道有没有？第三天呢，发霉啊。所以那一盘饭都能发霉，你想想看，你的大肠装满那个粪便，一天、两天、三天，什么情况？所以很糟糕的，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个便秘的朋友，不管是他的皮肤、他的肤色都不会好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里面的毒素太高了。所以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哈，所以呢，我们其中一个方式呢，可以通过补充益生菌。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呢，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之外呢，同时间它还能够软化我们的粪便。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你搭配多喝水，就更加顺畅了。好，再来呢，有听过幽门螺旋杆菌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跟胃溃疡跟胃癌是有关系哦。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一个就是很容易被传染的一个细菌，它只要通过口水就可以传染了。就好像说，简单举个例子哦，我们五个人是好朋友，那么呢，我们就公司喝一碗汤，在没有用公筷的情况下，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呢，我告诉你，其他四个肯定中，马上中。那么你中了之后，你被传染之后呢，会不会发作呢？会不会有这样的菌在里面生存呢？这个时候就要看回你本身的免疫力够不够强，还有体内的益生菌够不够多啊。OK， 那么呢，如果这两个的条件都符合呢，可能你还暂时过关。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我们的免疫
不是这么强，那么你三餐又不定时，吃的不健康，再来益菌又坏菌又很多，这个时候你被传染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就会在我们的体内开始传宗接代，开始繁殖了，繁殖生孩子哦。因为这个时候你再又不去管它，不去理会它，久而久之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胃癌就会扯上关系了。目前西医的治疗法呢是采用这个抗生素。各位你知道抗生素是做什么的用吗？抗生素是来杀菌的。因为通常呢西医会用一个星期的疗程，就是杀菌嘛，是不是？那么请问如果在座的各位朋友有谁如果在做这个治疗的话，请问你需不需要还要不要补充益生菌呢？其实你这个时候你更加需要补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抗生素一进去，不管好菌坏菌全部都杀光光。刚才我讲过了，就是益菌可以抑制坏菌的生长啊，所以这个时候您更加需要补充益生菌。还有有些朋友讲，幸好我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请问要不要吃益生菌？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不小心的吃到某个人的口水哦，所以呢我们想预防胜于治疗嘛，是不是？好，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益生菌对我们整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选择一间好就是好的牌子的益生菌，然后吃下去对我们身体里面有益处的益生菌呢，我们去那里找。我要向前一点。首先呢我们要选择的益生菌呢，记得我们要选择多种类的乳酸菌。刚才我是讲我们肠道嘛，是不是？其实真正在我们从我们的肠道到我们的肛门哦，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有益生菌的存在的哦。所以呢每一种的乳酸菌呢，它的门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所以呢爱多美的今天呢我们含有这个12种的乳酸菌。再来我们每一条哦都有3亿的菌，每一条 OK。 还有呢我们是属于耐酸性的，有没有发现到有人问你，你们的益生菌啊是饭前喝还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有没有问过听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子问呢？因为市面上还是有很多的益生菌呢是不耐酸的。什么叫不耐酸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胃酸到我们的胃的时候嘛，我们的胃酸就会去破坏它，然后它是死掉了。结果呢你吃的你没有吃。所以今天我们选择耐酸性的。耐酸性的意思说它不会害怕被我们的胃酸破坏，然后呢当你吃下去的时候它会很顺利的进到我们的肠道里面。OK， 各位有看过这张图吗？这个呢你发现到我们除了益生菌呢，我们还有添加就是副食品，就是其中一个呢添加这个低聚果糖。这低聚果糖是给谁吃的？给益生菌吃的，知道吗？它的食物来的。你吃下去你没有养它，你没有给它食物，它那里会帮你做工啊。所以呢选择一个牌子的益生菌尽量要注意，如果有搭配这些低聚果糖这些水果的话是更好的。为什么呢？证明说它会有东西给它吃哦。还有就是呢这个这么快哦。好，再来呢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其实真正我告诉你呢真正来讲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补充的一个益生菌。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不管你是生活在怎么的生活品质都好了，假设说今天您
有没有做工都好，假设你是生意做生意人都好，但是有一样是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我们呢身体面会很多的无形的压力，还有呢我们的饮食就是在不均匀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健康开始都会出现问题了。所以益生菌简单来讲呢，它可以首先呢其中一个重点呢，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好，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我们最目前很多人都一直就是期待的我们的爱多美什么产品？味增贴哦。很多人一开始听到味增贴的时候就有点怎么样啊，有点想要买来贴，可是又感觉到有点怕怕的感觉，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死了，死了这么心想，这么多支针插在我的脸上，会不会很痛？会不会流血？我想问在座的朋友，有谁已经在用着的有吗？会很痛吗？会有血流出来吗？哦，没有，没有的。它怎么样呢？其实它是给我们的感觉是稍微的刺刺的，的感觉而已。再来呢，这个感觉呢，一下子就不见掉了哦。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微针。微针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直一直一直的有吗？哦，这样一直一直的哈。其实呢，爱多美的微针贴呢，它是把营养成分，然后呢做成这样子一直一直就是微针的设计，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当我们贴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速度之下呢，把所有的营养成分就直接渗透在我们的皮肤的表质层。OK， 那好，这个微针贴呢里面呢，它包含了它有四种。很有效，对我们皮肤很有效的成分。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水解玻尿酸。我们都知道玻尿酸是对保湿效果都很强，有没有？再来呢就是这个巴生肽。巴生肽呢，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跟这个弹性纤维合成，所以巴生肽呢，它可以就是对于我们的去皱啦、抗皱啦，这个都很有效果哦。再来了，如果有巴生肽这个成分呢，它还可以使到我们的皮肤越来越有弹性。再来呢，维他命 C， 糖苷。这维他命 C 呢，它有这个抗氧化呢，还会有美白的效果。还有呢，这个大豆里面的这个磷脂酸钠，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天然保健的成分来的。各位你知道吗？市面上这个很重要哦。市面上有一个成分就是叫做六生态。六生态呢，它对就是修补我们皱纹、细纹，还有呢，如果你皮肤要美有弹性呢，这个六生态其实是蛮强一下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是八生态，有没有？我们的八生态竟然它比六生态的这个修补细胞，还有修补这个皱纹、抗皱啦、去皱，它竟然比六生态强30倍。所以你要不要用啊？所以这个四个成分，我告诉你，如果你时常把它贴进去里面的时候，它因为它通过微针这个方式，就是直接渗透，你不用去涂涂抹抹这么慢了，是不是？所以我告诉你，你时常用它，肯定它的效果真的是，越用越漂亮哦。好，这个认证呢是证明了说，这个微针贴它对这个改善皱纹真的是有那个效果，才会拿到这个美容的认证。不简单哦，这张好。还有我们呢，它的所有成分呢，有些人心想，这个微针这么快效果，
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副作用，有没有担心死了，告诉你，所以呢不怕，我们都有很多的认证，所以呢刚才这个四个，刚才以下的那些四个成分我们都知道来自天然的成分，再来呢它里面不含有害的成分，加上它没有防腐剂，所以呢你一打开你就要用，你不好不舍得用，我一打开今天我用一片我收起来，明天我再用一片，你一定要用到完，OK。 那么讲到这么棒贴哪里，刚才讲，我们都知道这个微针贴呢它是针对什么呢，皱纹细纹什么纹都好啦，是不是？其实我们通常我们会贴就是眼睛，眼睛周围都有细纹嘛，是不是？再来有眼袋，还有呢这边是什么纹，法令纹。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的朋友跟他讲这个是事业纹，所以你朋友骗你的啦。好，再来呢这个是什么纹知道吗？这边其实呢这边我们可以跟他讲是情绪纹，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脸开始皱皱这样子，越皱越皱，所以这个纹是给我们皱出来的。所以以后女性们，女性们呢以后如果跟老公吵架，跟老朋友男朋友吵架，尽量为了漂亮不生气，我忍，我就忍你，我就不生气了，好吗？然后这个微针贴呢，好，这个微针贴它来，我要向前 ，OK， 好，来，这个微针贴呢，什么时候用效果，什么时候贴效果是最好的呢？通常我们会告诉你在晚上，为什么呢？因为晚上我们的细胞修补嘛，修复的时候 ，OK， 那么呢，晚上是其实真正是最有效果是十点，晚上十点。但是有些人他没有这么早睡嘛，是不是？可能十一点才睡，所以你可以选择睡前才来贴 ，OK。所以呢，产品最重要，不要带着压力来用产品。好，心里讲十点我九点就睡了，我放闹钟十点我起来贴，不是哈，你可以就是你睡前你就贴，但是呢，最少要贴两个小时。有一些人如果你可以睡去的，你就直接睡到天亮，如果你还没有睡你可以撕出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 一撕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微针是完全没有掉了，因为它是 水溶性的，它把这些成分呢都很快的已经渗透我们的皮肤里面了，我们是一盒十五片，是不是？也就是等你十五次的疗程，一次的疗程等你才五十块，所以讲棒不棒？我们去美容院洗个脸都不止五十块，那么今天这个是比你一般这样子洗脸它更加快的速度给你达到那个效果。所以我告诉你要怎么贴，人很多人刚才问说心里我几天贴一次，如果你经济能力做得到的话，一开始两天一次，它一盒十五包，它就给你一个月的疗程，两天一次，两天一次。如果你今天很漂亮，一个纹都没有，一条纹都没有，那么你只是想，就是免保健住，那么你就可以一个星期一次都可以。那么一开始呢，一盒就是一个疗程过后之后，第二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本身的满意度。你觉得，哎，我已经很漂亮了，那么我只是缅甸住可以吗？可以啊。那个时候呢，第二 set 的时候，你就一个礼拜一次还是两次就好啦，就保持着美美就好啦。好，我想问各位你觉得我们的皮肤什么时候是最缺水的？有没有发现我们皮肤在什么时候是最缺水的？其实刚，对，刚洗完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最缺水的时候。所以呢，如果你不想皮肤越变越干，然后呢老化得很快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在马上很快的速度里面呢，快点补充水分进来。所以呢，要找什么产品是
又快可以补充水分，然后又有那个效果的是什么产品呢？对啦，我们的三秒神奇水。哦，三秒神奇水呢，它里面含有的成分呢是这个济州岛的有机月桂叶加上这个神经酰胺复合物，所以呢这个两个成分呢它可以让我们就是有效的补水跟紧实，让我们皮肤紧实的效果。那么这个三秒神奇水之前一开始我们在韩国买来自己用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去怎么样去很仔细的去看它的成分嘛，看它的怎么样提炼哦，因为都是韩字很多。直到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当我真正去沙利塔真正去了解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不得了。它这个三秒神奇水里面的叶桂叶，这个叶桂叶呢，它是采用这个高纯度萃取 ，OK， 采用这个高纯度萃取，然后让这个叶桂叶的活性成分更加浓缩。所以呢，我们那个一瓶啊，我告诉你，叶桂叶的成分都高达97%，所以它不是说跟你讲讲，然后一点点，然后加这个加那个，没有哦，它是totally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产品。然后呢，这个三秒神奇水呢，它首先呢，它可以就是短暂的让我们的皮肤放松，就是说，尤其是当我们一洗脸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喷。它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呢，就是很快的，马上就把这个水分就是完全吸收了，是不是？还有呢，它还可以就是呢，具有这个改善我们的脸部的淋巴回圈，帮助我们的皮肤呢更有效的吸收我们的保养品高达三倍哦，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平时，因为有一些人的皮肤是慢半拍的，这样形容好吗？就是说，好像我用来用去，感觉到没有什么吸收这样子的。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搭配这个三秒神奇水来搭，跟你的保养品一起搭配的话，我告诉你，你将会发现到那个效果比之前的真的，哇，高达三倍。还有这个神奇水呢，长期使用来讲，我告诉你哦，首先呢，它可以什么呢？补水、锁水、保湿，还有呢，紧肤再来用久了变什么脸 ？V 型脸，就是想瘦身的，又或者瘦脸的，又或者说，因为我们的这边两片的这边是怎么讲呢？它久了，因为地心引力它会松弛嘛，是不是？所以呢，时常用呢，它不但可以滋润我们整个皮肤，再来呢，它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保持就是结实不松弛下来。哦，这一瓶呢，它的价钱多少钱你知道吗？才55块，是不是马币？所以超棒的，市面上我告诉你，市面上如果有这样的三秒神奇水的一个产品呢，没有100块你真的是买不到。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来的时候一直断货？还有呢，这个呢，如果有一些想要时常有化妆的朋友，你想要定你的妆的话，当我们彩妆过后的时候，你直接喷在那个彩妆我们的脸哦，它可以让我们看起来我们的妆更定啊。也就是说，因为时常彩妆的朋友，有 makeup 的朋友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天气热的时候啊，还是我们去外面时间太久的话，可能你的妆会觉得比较没有这样美。那么呢，时不时拿来喷一下呢，我们的妆就会看到很美很定这样子哦。好，接下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眼线笔。这个眼线笔呢，我一看到它的时候，其实呢，我超喜欢一下的。它呢，给，尤其是给新手，你知道吗？给新手，因为新手呢，新手最怕什么呢？就是很那个手不顺啊。这个哦，我告诉你，它很容易的，它真的质感很好。再来呢，它很容易的，就是去给你画那个线，我们所谓的就是一笔成型那种。OK， 再来呢，我们选这个 eyeliner 呢，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呢，很怕选到可以。时常会晕开的那一种，有没有？所以晕开就不美啦。所以呢，它呢是不会晕开的。嗯，还有呢，它的毛那边是尖，比较尖哦。比较尖的话呢，是怎么样啊？就是我们画勾的时候，这边啊线尾的时候，当你要画勾勾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哦。好，再来呢，它是防水的，防水的呢。它不会让你变成熊猫眼，哈，我们是选防水的，这个是液体的，液体状的哦。再来，有没有发现到？我想问在座的男士们，我想请问你们哦，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女人的眼睛会说话？有吗？哦 ，Roger 很大声讲有，应该他时常看女人的眼睛，哦，然后呢，哎，为什么呢？尤其是我们有画眼线了哈、哦、的眼睛呢，就会看出比较有神，有没有？而且呢，你会看出呢比较大一点。再来呢，如果会懂得画勾勾的话，哎，那个是更加性感。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一个不喜欢化浓妆的朋友，其实呢，你可以简单就好，就是一个眼笔啊、哦，然后呢，一个这个 lipstick， 那么就也是蛮好看一下的，好像 Cyndy 我这样也是不错一下了。啊，对啊，其实我告诉你，当每次公司跟我讲 Cyndy 你讲彩妆系列，我讲我失落，我不会化妆。一开始的时候，我问这只是擦哪里的。我还问我的伙伴，这一支是涂哪里的？他们跟我讲，这支是涂这 eyeliner 这边的。哦，我讲哦，我也是有啦。那个，那我们是以前的年代嘛，是不是？啊，我们以前的年代是我们讲打镀下去的。但是呢，刚才公司有送我们几支啊，是不是？哎，我拿来试试货，我的时候我觉得蛮不错一下的嘞。它共有三种颜色，有黑色，有可可色，有浅浅的可可色，所以呢，这个是爱多美很快将要进来的产品，所以我们每个在爱多美的女性们，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啊？所以呢，我们就做出一个为爱多美就是最漂亮的、最有魅力的女人，好不好？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